哎呀，文文，嗯，大肠，你们刚才赚的钱干嘛了？买消息啊，买线索了。哇，哦，你们赚的钱买线索了？这看起来好好吃啊！你请我一碗吧。你们买完不也够吗？你说我出来干嘛地呢？我先回去。嗯，不管了，先吃碗面。我不管了。你这才干啥来了？我也想吃碗面，请我一碗呗。关键是我请了你，他们就也得让我请。不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你还有多少钱？我还有二十多呢。那你还跟我要什么钱买什么面呢？我决定我要再买两成线索，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活不下去了。请我一碗呗，翠翠，我也想肥肠面，看着贼香。那你就说你自己买的。好，行吧，再来碗吧。行了，以后再也别给我说那个冰棍的事儿。好，我再也不说了，从此以后就是肥肠面了。再来一个肥肠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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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今天就住这儿了，我不玩了。面好了。哎呦，谢谢。